开始。我不是艺人，我不需要炒作，我也不需要澄清，我是一个专业的制作人，是幕后，幕后的幕后。选择做一名传媒人，正是因为我们相信，人不只是为了物质而活。在任何环境、任何职场、任何人群中，能够认清真正自我的人，才是强者。每周一到星期五晚八点，敬请留意天下卫视黄金剧场为您带来的《幕后之王》。